起星辰，我是世界最渺小浮尘，用尽所有赤诚换你热烈后拥吻，我愿揽尽风雪与你同一程。幻妃起兵谋害母后，论罪当斩。穆宣爵，你果然是宫中最卑鄙无耻之人，如此能将我置于死地的机会，你怎么会轻易放过？母后，请将幻妃交儿臣处置。连死也要按照你的心意吗？我不会如你意的。林芝，你给我看清楚，我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。早闻雪族奇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在下愿为尊太后所用。谅你今日有功，哀家将你收入麾下，随我来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非要对幻妃赶尽杀绝？幻妃以前作恶多端，如今是她罪有应得。况且，只有彻底的除去阻碍，我们将来的路才能更加平坦。这一路不管多少腥风血雨，臣妾都不会畏惧，只是臣妾想听一句陛下的心里话。你想听什么？陛下推翻尊太后到底想要得到什么？是为母报仇的快感，还是至高无上的权威？朕想要一个五族和平、没有战争的世界。这也是母后未完成的遗愿。可陛下出尔反尔，让臣妾如何再相信陛下所言？朕所说的，皆是肺腑之言。你我现在羽翼未丰，行善积德根本无法铲除恶人。所以陛下所描绘的世界，究竟需要多少人的尸骨来铺路？你只需要记得，哪怕朕有一天粉身碎骨，也不愿意让你在这条路上倒下。答应朕。
前不要再生嫌隙了，好吗？林芷，我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。尊太后，那个灵族的人就快不行了，都处理了吧，反正黑魁毒的量已经足够了。那些制毒的奴隶呢？都别留活口。是。灵芷姐姐，灵芷姐姐，我打听到了两件事。坐下说吧。第一件事，冠妃娘娘的尸体被陛下运出了皇宫，说是让她魂归故里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上次让我查的灵山泉水的去向，我查到了，在制药司短暂存放之后，就被运往了一处地宫。地宫，看来阿爹一直在那里，被逼着制作黑魁毒。快把录像发给我看看。嗯。跟踪你，找到灵族的入口，对灵族大开杀戒。领军之人正是你人族太子穆玄泉。穆行，再坚持一下，阿姐一定会带你出去的，阿姐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阿姐。
心叹这段尘缘，爱恨被打翻如图，莫问此去何路，依然是痴心难悟，此念是劫，此恋是缺，此生注定沉浮。若贪心就岁月之慢，落款是一句不朽，可一曲终未